吴季峰的 Vlog。你说你爱我，看我们这一遍尽量让它再稳一点，尾巴不要加东西多。你说你爱我，你在乎我，你一岁时叫你自己加包你啊，一岁时你加谁，一岁时叫我又还真，你看这儿去啊，一岁时叫我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就真身我就在你身边，又回来。对，你是我唯一心中的爱，你是我唯一心中的爱。对，因为真声如果放高音的话，基金呢是把横开全部打得面目俱畅，不要喂喂喂，你是我唯一心中的爱，试下走，你是我唯一心中的爱。对，把尾音劲断开是很好的啊，一下爱我，把那个力度抛出来，爱我，说你爱我，你字断开，你说你爱我，你说你爱我，你说你爱我。好，最后一遍，我们来往下走。One, two。你说你爱我，你在乎我，你随时叫我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你是我唯一心中的爱。一个背面都换气，你两个背面后面都换气了。你看我打的位置啊。看着书上来啊，从前面找啊，你再走，放开。
baby, baby, ooh, got you know my thing, my, my。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歌词，然后老师在上面标的轻重以及假音的各个地方，就是画圈的都是要用假声的，然后还有气口啊什么的。因为我今天嗓子状态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今天就先把整个这个歌知道哪个地方应该怎么唱，然后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休息，明天再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能有信心把它完成好。今天我的声乐课就上完了，然后确实我今天嗓子状态其实就就很差，没有办法了，我现在我都觉得我这个地方感觉像玻璃在里面扎的扎一样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晚上应该好好休息，然后明天有信心把它完成好。那今天先这样，拜拜拜拜。